这儿的生意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啊。玛丽，你太辛苦了啊。那算什么呢？你从印度到中国，一趟一趟来回的跑，那才太辛苦了。哎，替皇家办事说得上什么辛苦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干杯。Long live the king! Long live the king! Darling, 我相信我们英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国家。Sure. 你想把黑黝黝的烟土运了来，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带回去，这买卖真做得过。你以为单是为了买卖？我相信一定还有什么计划吧。哎，对了，让他们慢慢地统统地抽上了这个，哎，那么这块肉就丹佛，你不敲门就进来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别打他。是，我是来请示老板的。今天是月底呀，那个姓潘的欠的烟钱还没有还，是应该怎么办？人呢？在底下呢。把他押起来。是。没有钱不许他出去。是。哎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通融，吃过我的瘾还没过足呢。自己人，没有钱逼娘老子也不成。哦，阿红哥来了。阿红哥，杨老板怎么说呀？老板说没有钱就把你压在这儿，不许出大门。啊，钱呢？只要有烟抽，把我压在这儿压一年也不要紧。这小子真会耍赖，你躺着吧。老朋友，帮帮忙，先让我抽一桶，我马上写条子给一位老同学，他一定会送钱来。等钱来了再说。哎，不，我那位同学他姓林，人品高，学问好，对朋友也非常的热心。别废话，要写条子赶快写。哎，您不给我抽，让我怎么写得动字呢？我不信。不抽鸦片烟，连写字都写不动了吗？你还看不出我这个样子？你看他的样子怪可怜的。这样吧，你写了条子，我马上就给烟里抽，你怎么样？好啊。怎么样？写得动了。写得动了。好，会上去写。这小子真是。会上去写吧。哎，把笔也拿过来。好，写吧。头我自己去看他。
找人的。哦，那么你自个儿找吧。你真有决心戒烟吗？我有决心，有决心。好，这是10两银子，本来我预备买书的，现在你拿去吧。我真感谢你，老张、老红、阿姨，算一算，一共该多少钱？哦，谢谢。哎，不多不多，8两5钱5。这是10两银，多起来存在银子柜上。哈、哦，是是，哎，你留着吧啊。人要戒烟，为什么还存钱在他们那儿？我想明天起再戒。今天让我再痛痛快快的抽一次。你这是在说谎话。你要戒烟，就应该当机立断。从现在起立刻解决。不不不，我明天起一定不抽了。明天？你今天推明天，明天再推明天，明天永远没有完，你的烟也就永远戒不了。我啊，潘兄，你要知道，他们洋人把这个害人的东西搬到中国来，他们是有极大的野心，他们要使我们中国人个个变成废人，好做他们的奴隶，你明白吗？是是，林兄，你的话是一点不错，不过你们又拿了这个东西。嗯，潘兄，你不能再留连在这儿，你不能再亲近这害人的东西，你应该马上离开此地，跟我回去，一同念书去。哎，潘兄，让我抽完了这口，我就跟你走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等等，孩子，孩子，抽一口，不行不行，赶快过来！哎哎，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不讲理？人家要抽烟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们这一帮醉生梦死的东西，还配讲什么话？哎呀，什么东西？姓司礼。哎，大哥，你别生气。是个疯子，是个疯子啊！不行，走走！你这个小子胆敢冲撞我们大人的道德，该当何罪？来呀，把他拿下了！慢，我是一个读书的人，你们不得无礼。读书人，那么知法犯法就该罪驾一等。我这是犯法吗？我倒要请问你们大人，洋人在这公然的开洋馆，老百姓公然的来抽鸦片烟，这是不是犯法？这个我们管不着。撞了府台大人的道子就是犯法。哼，好一个府台大人，他也知道鸦片烟是中国的大害吗？他受了朝廷的重托，不能替国家人民尽力，先来到鸦片烟馆的门口大显威风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什么？你敢骂我们大人吗？你有几个脑袋？来人，把他捆起来，不许流氓。不说话的地方，把他带到衙门里去，我要亲自问话。啊，好，我正要跟你们大人说话，走。你这样年轻气盛，不顾国家法纪，辱骂官吏，亏你还是读书人。学生真太是鲁莽了，可是有些话又不能不说，还要请大人原谅。哦，你有话说，好，你尽管说出来吧。
小姐，这儿来了一个人，敢跟老爷顶撞，咱们请宽恕学生的冒昧。现在洋人公然贩卖鸦片，毒害中国的人民，骗取中国的金钱，种下亡国灭种的祸根。这样下去，国家一天一天的贫穷，人民一天一天的衰弱，恐怕不出十年，没有一个可用的兵，没有一点可以征发的饷，中国的官员反而只字不问。请问是否对得住朝廷呢？朝廷没有旨意，本院也不能做主啊。可是洋人这种狠毒的阴谋，朝廷已经得到了奏章了没有？喂，你说话不许这样没有规矩。不用你说话，下去。是。好，林先生请坐下来谈吧。先生不敢。林先生请这边坐。不敢不敢。我对于鸦片的害处也是非常痛恨，林先生的高见钦佩得很。鸦片已经深入民间，如果再不设法禁止，真是太危险了。这是学生一点心愿，请大人采纳。林先生的抱负真是不小，请问现在是什么功名？学生入判以后，现在正在读书。林先生这样的大才，正好为国家效力。哎，是是。如果不信，就请搬到碧崖来住，本院还有许多地方想要借重。程大人的好意，学生非常的感激。但是学生正在读书的时候，哦，林先生要念书，碧崖的藏书还不少，林先生可以随便的观览。林先生不嫌兄弟老朽，我们倒可以随时观摩观摩。那好绝了，学生谨遵台命。那好，那么明天就去把林先生的行李搬了来。学生告辞。好，我们明天见。请大人留步。好，我不送你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这个人好像哪儿见过的。哦，奇怪，他怎么会到这儿来的？我们进去吧。倒真是一个人才。爸爸，这是一个什么人要叫他住到衙门里来？用不着你问，你真惭愧，亏你还是世家子弟，一点也接不了他。姑父，嗯。被你说一句亲密的话，你对我有什么话说？小妹，你不要这样冷淡我。欺负一个孤弱的女子，不是我们男子应该做的事情。你管得了我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这一种下流的行为谁都可以管啊？你管我？下次你要小心一点。好，你在这儿白吃我姑父的饭，你还敢称兄？好，老子认识。
谢林先生，请不要理他这些下流的话。没有关系，府上怎么能容留这一种人呢？他是我的表兄吴景仁，他就为了抽鸦片把家都毁了，他近来的行为更是不正当了。鸦片一天不消灭，这些堕落的青年就会一天多一天。林先生，这实在是中国的隐忧大患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鸦片禁绝，来唤醒这一般沉迷的青年？张小姐，你的话很对，我也是这样想，可是鸦片的祸害已经是根深蒂固，不用绝大的力量是很难办的了。小姐，你在这儿啊？林先生，再见。我说了他两句，他就动手打我。这种人再要让他留在衙门里头，也不知道要闹个些什么不好听的事情来呢。你不要胡说，他是你姑父很看得起的人呢。他这样欺负我，求姨娘替我做主，我一定报您的恩。你有胆敢亲自告诉你姑父吗？这有什么不敢说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，又不是造他们的谣言。不过总要求姨娘替我说两句，一定要把这个家伙赶了出去。好，你等着吧，你姑父出去吃酒就会回来的。哎，一定要他的好看。大人回来了。怎么又喝醉了呢？姑父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姑父，我有一桩机密的事情要禀告姑父。你有什么机密事情？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在外边谈呢？老爷，还是请到里边我来说吧。啊，什么事？到里边我告诉老爷。哎，表少爷，你又趁大人喝醉了酒捣什么鬼呢？啊，这还两人，这成什么话？我要他死。说什么话？后来在花
在园里，小熊蛙的女儿修禅被灵先生看见了，他便说了表兄几句。女儿也不知道爸爸听了什么人的话，这样的不相信自己的女儿，女儿情愿死，可是要请爸爸把事情查问明白，女儿死了也甘心。要是这样的不分皂白的把女儿杀死，女儿死了也担负了不清白的名声，爸爸怎么对得住女儿死去的母亲呢？你们在一起说话总是有的事情，他还要求你在半夜里到他书斋里去，你还能抵赖吗？这是你的手绢，怎么会在姓林的手里？啊，爸爸一定不相信女儿，就请爸爸把女儿杀了吧。我也绝不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把你杀死，我要把事情弄清楚了，叫你死而无怨。跟我一同去，秋月你也去。谁呀？我是小姐的丫鬟，我叫秋月。有什么事情？我是陪小姐来的。更甚夜静，男女之闲，小姐有事请明天再谈吧。林先生，快开门呀，我家小姐爱慕先生的高才，特地来请教。正是前世的缘分，林先生
不要错过。我林则徐也读过圣贤书，还知道点礼节，望小姐自重，不要堕落彼此的人格。来人呐，来人呐。是是，把表少爷跟我叫来。回大人话，表少爷早就走了。好混蛋的东西，他趁我喝醉了捣了什么鬼。以后不许这王八蛋再到我衙门里来。是是。好孩子，这是我做父亲的错，不该听他们的鬼话。哎，都是我喝醉了不好，害你受了委屈了。女子以贞洁为重，今天晚上的事情，女儿要是不依着爸爸，怎么能洗刷女儿跟林先生的冤枉？幸而林先生是个正直的人，不然女儿就只有含冤而死了。现在要是传扬出去，女儿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？爸爸已经不相信自己的女儿，就请爸爸一剑把女儿杀了倒干净。啊，你快不要这样说了，只怪我太糊涂太莽撞了。林先生为人倒是很正直又有才干，将来一定是很有前程。我本来就喜欢他。啊，现在我决定就把你许配给他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像今天晚上的事情，林先生一定以为女儿是个放荡下贱的女子，我要求爸爸表明女儿的清白。好，我知道，我一定能叫他明白你的人格。哎，将来你们会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当作一件笑话的。就放这儿好了。林先生啊，恭贺大喜。老夫子取笑了，我有什么大喜呢？为什么要收拾行李要走了呢？是的，我今天就要离开这巡抚衙门。为的什么？老夫子请坐。现在我觉得应该要走了，再住下去恐怕……哎，林先生的事情我都知道。毕东翁非常敬佩林先生的才干人品，叫兄弟做媒把小姐许配给林先生。晚生是一个穷书生，怎么配得起巡抚大人的千金小姐？林先生是不是因为昨儿晚生的事情不愿意答应？老夫子你怎么知道？
这是壁都翁酒醉之后听信了别人的谗言，心里怀疑，才拿着宝剑逼小姐深夜叩门来试试林先生的人格。经此一试，壁东翁万分的钦佩，所以叫兄弟来结此良缘。多谢老夫子，更感谢张大人的美意，可是晚生已经被人这样的不信任，怎么能再留在此地呢？可是壁东翁现在是非常相信林先生，他是酒醉之后听了谗言，连他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了。这种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信任的人，更怎么能信任别人？晚生决心离开此地，求老夫子代为道谢张大人。好，林先生，你的学问，你的气节，兄弟虚长数十年，真是不及远甚，惭愧惭愧。读书人应当如此。这是向张大人告别的信，请老夫子转交。啊，兄弟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可是林先生预备到哪儿去呢？考期还在一年以后呢。晚生想回家温读诗书，等候考期。兄弟有一好友，他叫郑大魔，以前在河南做过县令，他托我代寻一位教习，林先生何妨暂时屈就屈就呢？称老夫子的厚爱，非常的感激。啊，好好，让我来写一封信，让他知道知道林先生的人才品格，不能跟平常人看待。哦，不敢不敢。解释吗？不能全懂，但是不懂得解释
也是没有用的。真是，多烦劳你了，算不了算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全子蠢笨得很，请先生费心教导。如果不听教训，还请先生从严责罚。晚上年轻学浅，现在正在念书的时候，两位令郎天资不凡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这权杖先生教导。不敢不敢。陈经翁几次对兄弟谈起先生的人格文章，真是万分钦佩。这是陈老夫子过分的夸奖，晚生更是惭愧。先生太客气了。现在有一件事情奉托，兄弟因为要出门一次，两个小儿请先生严加管束。是，舍间就只有内人跟小女，门厅之内也望先生照顾照顾。真是感激得很。现在就叫内人跟小女来见见先生。那不敢当。这是内人，小女，这就是林先生。我出门以后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我已经托付了林先生了，你们可以随时请教。舍间人丁稀少，种种十里怠慢，还望先生包涵。内人体弱多病，全是小女在服侍，所以以前小女读过的诗书全都荒废了。这正是小姐的孝道，真是可敬。这哪能算是孝道呢？以后还望先生多多的照应。不敢当，晚生年轻也做不了什么。好好好，你们进去吧，我还要跟先生谈一会儿。再见。姑妈，我来替妈烧两口吧。你一向是反对养的，你说这个气味不好闻，怎么又愿意替我烧呢？女儿恨这个鸦片烟，为了它一点用处也没有。人家说鸦片能治病，可是妈妈您抽了身体更是不好，您以后要是不抽了，也许身体慢慢的会好的。我也知道鸦片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是我叫的缠住了，有什么法子摆脱呢？我听说不是有很多人能够把它戒绝的吗？孩子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没有好的办法是不容易戒掉的。陈老伯说林先生也是最反对鸦片烟的，几次三番的请张五台查禁鸦片烟，可是都没有办到。妈妈，爷爷，你们放学了。哎，妈，先生说饭菜太考究了，以后不要太花费，菜只要清淡一点。在先生应该敬重一点。这位先生年纪轻轻的，真讲道理，比以前几位南市话的老头子要好得多呢。姐姐，你不是说我们散学你叫我们唱歌的吗？你唱啊，你唱啊。妈，你叫姐姐唱呀。平儿，我也很闷的，你就唱一点给我们听听。妈，女儿做了一首戒烟的歌，妈听了您可不要生气呀。不要紧的，你唱好了。烟一家的说来呀，便是孤魂。
听。昨天是谁在花园那边唱歌？是我姐姐，唱着玩的。唱得很有意思，我已经把词句写了下来，恐怕有写错的地方，你拿去问一问。我想把这首歌传扬出去，不知道你姐姐可能答应。好，我去问问姐姐。白天的时间太短了，不能不在夜里多念一点书。不用走了，没有人伺候，真是太不方便了啊！年轻的人应该要自己做一点事情，不一定要有人伺候。先生真是个好人。怎么还没有睡呀、啊？我看见这儿的火光，知道先生还没有睡呢。夜里的凉风吹了会着病的。我多读了一点书，不想就倦倒了。谢谢你的关照。时候不早了，先生可以去睡了。我是想睡了。
写了字，生疏不交了。先生得的什么病啊？先生说头痛发热，饭都没有吃。这一定是晚上不关窗，受了风寒了。先生也太辛苦了，请个大夫给先生瞧瞧吧。是。老奶妈，小姐，先生病了，你去叫他们快点请一个好点的大夫来。先生病了什么病呢？不用问了，快去呀。可以照常教书。是是，先生，您的病刚好，要吃的清淡一点，特地做了点稀饭。太费事。先生，您还是休息两天吧，不要教书太辛苦了。不要紧，我已经全好了。这一次我的病，成你们太太这样的照顾，真是感激得很。先生，您以为这都是我们太太照顾的吗？当然是的，还有你我也要感谢。我们当下人的还算得了什么？这都是我们小姐吩咐的呀。请医生、煎药、吃的、喝的，全是我们小姐叫我们做的。就是这个稀饭，也是我们小姐亲手料理的。先生，请用吧，快要凉了。这次生病，多蒙小姐照顾，真是感激得很。这是理所应该的，先生不必介意。这都是我家母的意思，我也不懂什么。请小姐在令堂面前替鄙人道谢。先生病才好。还是要保重身体，读书不要太辛苦了。读书固然要紧，可是身体的康健也是更要紧的。
小姐的话必然非常的感激。这也是家母的意思。先生再见。再见。对不起，我已经来了多时了。我并不是偷听你们的谈话，我不愿意打断你们的谈话。老夫子不要取笑了，我们并没有谈什么，请啊请啊。好，很好，好极了。你生病的时候，我来看过你两次，他们带你的情形我都知道，连我也非常的感动。他们带我的盛情，我也不知道要怎样的感谢。用不着感谢，大魔兄有信来说他就要回来，我正好办这件美满的事情。我要讨杯酒喝喝，我想你总不至于再反对了。大魔兄，我看这真是一件美满的姻缘。好，是好极了，我就怕小女配不过林先生，张府台的女儿她都不要，她怎么会要我一个小小的下任县令的女儿呢？张府台的小姐完全是另外一桩事情，令爱的才学德行，林先生非常的佩服，我已经探问过她的意思，她十分的同意，她要是一个贪图富贵地位的人，我也就不多这桩事情了。哦，那么他已经是同意了吗？他是完全同意了，他有两个条件，第一，他要得到他父母的允许，第二，他要考中了科甲，得了功名才能结婚。我看不妨先订了婚，老兄的意思怎么样？那好极了，我去对内人说一声，也要问问小女自己的意思的。啊，小姐，恭喜小姐，有这样一位好姑爷，真是小姐的福气。老奶妈，你又要多嘴了。我的好小姐，这可你不能叫我不说了吧。姐姐，先生明天就要走了，说是要进考场去了，爸爸还要请酒送行呢。妈妈说先生我们要叫他姐夫了，姐姐为什么要叫他姐夫？你们不许多说。小少爷快别多说了，回头你们姐姐要脸红了，我们等着吃喜酒吧啊。小姐，大师
少爷已经跟人家立下了字据，把咱们这所房子卖掉了。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呢。小姐，您可以不答应的呀。不答应有什么用啊？不过照他这种样子，一定没有好下场的。妹妹，你去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咱们要搬家了。你到底把房子卖了是不是？对了，卖的价钱很不错啊。爸爸卸任下来，两袖清风，只留下这么一所房子，你还要把它卖掉，你真是个败家之子。不不不，他卖房子是拿钱去做买卖的。做什么买卖？开烟馆贩烟土是不是？喏，又来了吗？我抽了几口烟，你就整天的唠唠套套，说不完的。哼，爸爸就为了你抽鸦片烟才气死的，咱们这所房子也是为了你抽鸦片烟才卖掉的。鸦片烟害了我们家破人亡，你还不许我说？他卖房子的钱打算留下来一部分给你。我说表妹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办一份嫁妆了，是不是？哼，你还有脸来跟我说这种话？我不要再看见你。哎，大小姐真难伺候。得了，咱们还是去。秋月，我们的家就这样的完了。小姐，那我们以后搬到哪儿去住呢？我预备住到尼姑庵里去，把我所有的钱拿出来，配一种戒烟丸，送给抽烟的人，劝他们戒绝烟瘾。哦，好，小姐。秋月，我们的能力虽然有限，但是能够多救一个人，也就是多尽我们一份心力。这玩意儿真奇怪啊！哎，好像有人在里面弹扬琴。把这个搬出去给客人们听听。是是是是。这怎么开？我们不会呀、啊。单步，这样一搬就开了，知道吗？是是是是。凤姑今天来了没有？那上来吧。不用，等一会儿我下去看她。是是是。那个凤姑很聪明。耶，她唱的歌很好。嗯哼。哎，凤姑娘来了没有？好像来了吧。你看见凤姑娘吗？她在前面楼上。自从凤姑娘来了以后，咱们这儿的生意好得多了。所以老板喜欢她呀。诸位，我们的杨老板呐，我又得各位老主顾起见，特地从外国带来这么一个匣子，只要把机关一翻呐、啊，这里面就发出种种不同的音乐调门。现在让我来开给你们听啊。Oh.
这一点糖算多少钱呢？回头随便大爷赏好了。你的歌唱得真好，来来来，在这儿陪我们坐一会儿，再唱一支歌，回头多多有赏。不，我还有事，等一会儿再唱。我知道，今天那个姓潘的小子还没有来，你就一会儿也坐不住了，是不是？大爷，别取笑我们了。峰哥，啊，你这孩子真好，很聪明，很魅力，真是我的好帮手。我要跟你打合同，你常常在我这里做事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老板。No, no. 别扔啊！哎，你把袖子遮住脸，你怕谁看见你？刚才那位官儿，他是我的老同学，他曾经劝我把烟戒了，跟他一同去考试，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话。他现在是寇了，我真是惭愧。谁让我抽上了这个？我觉得你这样一个人，在这儿遭他下去，那是太可惜了。伙计，来了来了，先来二钱。是。你别看我是一个卖糖的，我从前也是一位公家的小姐呢。我父亲因为抽鸦片烟，弄得家破人亡，现在一家子只剩我一个人了。为了要吃饭，只好出来做做小生意。好，凤姑，刚才我叫你多坐一会儿，你不肯，原来你等着小潘来谈心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凤姑，你去陪吴爷跟张爷坐一会儿。不，吴爷，你要吃糖，我篮子里有，可我身上可没有什么糖啊，为什么要我陪你坐呢？谁说没有糖啊？你浑身上下都是糖，你是个天人儿，
你当心我一口把你吞下去。凤姑娘呢？凤姑娘呢？在这儿呢。什么事啊？老板说呀，现在正上座，叫你再唱一个歌，伺候伺候大爷们。好，我再唱。这个歌儿你们可当心一点听啊。赏他一两银子，说他唱得真好。还赏他银子？怎么？他在劝客人不要抽鸦片烟，说抽鸦片烟怎么怎么的坏处。嗯，是吗？我叫他来唱歌是替我们招来生意，怎么他倒破坏我们的买卖？哦，这孩子他不想活了吗？
你在唱什么？哦，我唱卖糖歌呀。你欺负我不动吗？他唱的是不是劝你们不要抽烟？嗯，对了，他说我们再抽烟就不是人，是个鬼。什么？你敢骂我们的客人？你替我滚出去，这个地方永远不许你再来。哼，不来就不来，我本来就不愿意到这个黑暗的地狱里来。他说什么？说这是地狱，就是骂我们都是鬼呀。哦，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你敢骂我们，看我打死你。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一个女孩子啊。欺负欺负怎么样？我不答应。不答应不答应怎么样？我要打你。打我？哦，我是洋人呐。你敢打我？哦，你是洋人，我就不怕洋人。烦了烦了，你们快来快来，把他抓到官府去严办。不好了呀！出人命了！出来人命了！出来人命了！深山里面只有我外祖父一个人住在这儿，从来也没有外人来过。你现在可以放心了。是，我很不安，要到这儿来打搅了。不要客气。凤儿，他在城里出了点什么事啊？爷爷，您过来，我跟您讲。哦。那么你要劝他戒掉才好啊。是的，爷爷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这儿只有白饭，可没有黑饭呢。不要紧不要紧，你别装好汉了，你的神气我还看不出来吗？瞧你这可怜的样子，还能做什么事呢？你放心好了，我等一会儿到城里去，替你找点药来代替代替。那太辛苦你了。不过你好快点。瞧你，还说不要紧不要紧的呢，真是。
天我的钱又用完了，你把这点东西给了我吧。大哥，爸爸留下来的东西这是最末一件了，你要拿你就拿去，不过你不要再偷那些害人的东西了。你拿我的药去试试看，我的药是治过好些人都很有成效的。二妹，你正傻呀，你爸卖房子分下来的钱干这种无聊的事，还要住到这尼姑庵里来，真是丢我们张家的脸。用戒烟丸是救人，是做有益的事。你呢，把爸爸留下来的产业通通塞进了雅喷烟斗里，变成了烟灰、烟油、烟渣子，你才丢祖宗的脸。我没有功夫听你这些废话，咱们走着瞧吧。小姐，您这儿送戒烟王是不是？啊，是的。你要吗？啊，我有一个朋友要戒烟，所以想。好的好的，秋月，你去拿一瓶药来。是啊。小姐，你就是什么呀？你就是一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不敢不敢，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很想有人帮助我把这个药丸推广到各地去。我愿意尽我的能力来下来，你允许我常常到这儿来吗？啊，那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我们需要同志越多越好，请你常常到这儿来帮助我。小姐，药丸来了啊。这药你先拿回药里面的房当吃，吃完你再来拿。是的，谢谢你。
这次奉旨查禁鸦片，责任重大，你也要谨慎地帮助他，也不枉姑老爷对你的一番情谊。是。妈，您近来戒了鸦片烟，觉得身体比以前好点吗？ 吃了张小姐的戒烟丸，戒掉烟的人很多。女儿这次想请张小姐同到广东，把戒烟丸全部开了，一定有很大的功效。你的意思很好。女儿还要去拜会张小姐，现在跟爸妈妈辞行。哦，你多保重。 你多寄几封信回来，免得我挂念你。是。哎，外面再见。啊。
太太，请里边坐吧。张小姐的戒烟丸真灵，家母吃了以后已经完全断根了。我想广东地方吃烟的人一定比福建更多，如果张小姐愿意的话，我想请您跟我一同到广东去，我们老爷一定愿意见见您的。多谢您的美意，我当然希望我的戒烟丸推广到广东去，不过我不一定要跟您一同去，并且也没有去见您大人的必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。张小姐，我看您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您的事可以跟我说说吗？以前的事不必再提了，现在我有一封信，里面有戒烟丸的方子，带去交给林大人。您广东不去了吗？我去，您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来。我要到广东去，看着林大人把这害人的鸦片烟完全禁绝。好，这封信我一定替你带到。这一封信是谁写的？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位做了戒烟丸送人的张小姐，她托我带来的。真是一位奇女子，你怎么不跟她一同来？我倒很想见一见她。我已经跟她说过了，她说她马上就到广东来，可是她不愿意看见你。哦，太太，您知道这位张小姐她是什么出身吗？不知道，他们就是祖辈两个人，住在尼姑庵里，做了许多戒烟丸送人，家母就是吃了她的丸药断的瘾，所以我跟她认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东翁，这位小姐您从前见过？见过。哎，她就是从前张府台的小姐，不是跟您还有过一段？就是她。老伯，您从前跟我说过，张府台有位小姐要请您做媒嫁给他，他不答应，这位小姐就立志终身不嫁，难道是他吗？对了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他到现在还没有出嫁吗？没有，他还是一位老小姐呢。是我误了他的青春。他这些年来救了无数吃烟的人，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，比我们这种女子要强得多了。
回大帅的话，英国领事来求见。好，他来了。是。好，拿去吧。是。本大臣前天发出的谕帖，你们已经看明白了没有？哎，已经看明白了。不过什么？天朝宽厚为怀，准你们称教鸦片一箱，赏给茶叶五斤，你们还不愿意吗？不过贵大臣要我们拒绝，能不能够免掉？不行，本大臣令出如山，你们一定要拒绝，以后商船往来永远不许夹带鸦片，一经查处过境没收，人际征伐。那么等本领事回报本国政府再来回话。不行，限你三天把所有的鸦片沿途照表呈报，不得有误。这个送客，送客，送客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大帅，这个英国领事诡计多端，恐怕暗中一定有不法的行为。是的，听说林定岛海面还有试运烟土的事情，君们，是请你马上传令，选派干员前去缉拿，本大臣奉旨查办，鸦片一日不绝，本大臣一日不回。是。潘管带，有。给军门请安。林大帅有令，听说林丁岛海面洋人在那儿私运大批烟土，现在派你前去缉拿。是。据卑职知道，他们还勾结一帮无业游民，在那儿狼狈为奸。卑职想改换便装前去调查明白，然后再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好，那么你小心一点去办。是。这两年来东飘西荡，到这儿来还不是想来碰碰运气？那么你就不想找点事情做做，发一点财吗？是，谁不想弄点事做，发点财？就是没有机会，再说也没有人肯帮我的忙。小潘，大家我们都是朋友，怎么会不帮你的忙了？现在倒有一个发财的机会，可是很秘密的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加入我们一起呢？啊，
你们二位既然看得起我，帮我的忙，我哪有不肯加入的道理呢？我们现在是办的私运押金的事情，我们的严老板就是伊利阿图，因为官厅查禁很厉害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暗地私运，这正是发财的机会。我们用人很多，您正好帮帮忙，好吧？承蒙二位这样的帮忙，真是感谢万分。这样小弟将来有一点好处，是忘不了二位的。哪儿忘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不必说客气话了。对对对，等我们先到杨老板那儿说一声，你再去见他。好。今天晚上我遇上一件巧事。什么事？前天林大帅有手札到水师提督衙门，让提督派人去密查私运烟土的事，真巧极了。这件差事提督大人刚派饶了我。现在你可有机会替林大帅出力了。哦，还有呢，我今天在路上遇着了两个老朋友。谁？就是吴景仁跟张明英的两个人，他们俩也到广东来。你猜他们在这儿做些什么事？在这儿开烟馆吗？比开烟馆阔得多了。原来他们就是做那私运烟土的勾当。哦，他们不知道我在衙门里当差，把我拉到茶馆里去喝茶，要我跟他们走，做他们的帮手，还许了我很大的好处。那你遇着怎么办呢？明天一清早我去见林大帅，请他发兵。一方面我假意去跟他们合伙，那时候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你没有危险吗？为国家效力，还怕什么危险？那么拿住了那两个人是什么罪名呢？林大帅令出如山，当然是脑袋搬家。哦，你明天一清早有公事，早点睡吧。哦，好吧。见过他的，看他的样子很有钱，所以我劝他的话他更当着耳边风了。他做的事是犯法的，查出来是要杀头的呀。是他自己找死吗？张小姐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这件案子现在就归我的丈夫查办。我知道了，
所以连夜跑来报一个信儿。你快去光照你哥哥逃走吧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他愿意去做那种勾当，他就不是我的哥哥，不是我们张家的子孙，也不是我们中国人。让他去吧，我们不能为了私情而妨碍国法。张小姐，你的人格照样伟大，真使我惭愧死了。我刚才一面怕我丈夫办这件差事有危险，一面又想卖私情给你，报信儿救你哥哥。现在想想，我实在太卑鄙了。对不起，半夜里打搅你，我去了。哦，凤姑，无论如何，你这番好意，我是万分感谢的。再见吧。再见。洋船上一共起出了20000多箱。来啊，是，把清单呈上来。即开，烟土19179箱，另2119弹，两共净重237万6254斤。好大的数目，这些烟土要是让它运进来，真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中国人了。是，破
托大帅的神威，把毒害一扫而尽，真是万民之福。这次军们也太辛苦了，不敢替皇上办事，怎么敢说辛苦两个字？是是。这位贵姓？水师第八营管带潘大年给大帅叩头。原来是大年兄。怎么，大帅您认识吗？他是我的老同学。大年兄，你怎么也会到这儿来了？回大帅的话，自己弟兄不必拘礼了。是是。卑职自从大帅劝解之后，该死得很，又荒唐了好几年。后来大帅高升了，卑职觉得很惭愧，就吃了一位张小姐做的戒烟丸，把烟瘾戒绝了。后来到了广东投效水师，承蒙提督大人栽培，现在当了管带。好，好好的当差，将来自然有你的前程。是，大帅的栽培。军们，东王，这次拿户的十运烟贩里边有两个熟人。哦，一个就是张府台的少爷张明英，一个是他的表兄吴景仁。哦，他们犯的是什么罪呢？勾结洋商私运烟土，按律应该斩首。不过大帅从前跟张府台有过宾主之谊，张明英是他的后人，还有张小姐的关系，所以能不能请大帅从轻发落呢？老夫子，你说的话我也知道，可是这是私人的情谊，他犯的是国法，怎么能以私害公？这也是爱莫能助，不必多提了。是是是。还有起出来两万多箱烟土，怎么样发落，请大帅的死。军们，大帅，这两万多箱烟土前几天已经奉到上谕，让我们就地销毁，以免流弊。兄弟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，在海边上挖两个大的池子，用盐卤跟石灰把烟土一同搅和，等它融化了，把水渣一放，完全冲到大海里去，这样就一点渣子也不会存留了。大帅的高见真是钦佩之至。哎，好极好极。军们，是马上传令，就照这样办理。是。小潘卖朋友，
那个姓张跟姓吴的两条性命就还在他的手里，我们要替他报仇。哎，杀死几个中国人没有关系啊，他敢跟我们捣蛋，他应该死。林则徐反对我们，哼，也不能让他活在世上。哎，现在就派你们两个人搬离这个差事啊。是是，越快越好，今天晚上就去把他们杀了。好，我去杀那个姓潘的，我有这把宝刀，还有两只毒药镖，验血封喉，准定要他的性命。好，我就去杀林则徐。好，很好，你们要是办好了，我每个人赏你们500块钱，现在先拿50块钱去啊。不对呀，你去把火吹灭了。老爷，饶命，小人是他们派来的。他们是谁？请老爷放小人起来，小人好说话。好，就是那一班洋人，他们以为这一次失风完全是你老爷报的信，所以他们恨你，叫小人来寻刺，小人实在该死。请老爷放了小人吧。放你哪有那么容易。不，把我的桃子腰带拿来，我要送他到衙门里去办他。行，是你叫你来行刺的。小人是死于沿途的洋人派来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鸭丫头，他为了大人抓了他的鸦片烟，叫小人来行刺报仇的。小人该死。站起来讲话，你知道他们洋人预备的怎么样了呢？小人听杨老板说，等他们冰川开到了，就开火攻打广东了。什么人？他是来行刺，可是并不是坏人，暂且把他看管起来，不要难为了他。是，大人饶命，
大人饶命啊，不许多说。传令端提督调齐全部水师，整理各炮台，准备迎敌洋人的兵船。是。
尽了我最后的力量了。光宗这个地方，上边的林则徐正不好弄，下边的老百姓也不好弄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公事，中国的老百姓很可怕，可是中国的官府一点也不可怕。林则徐一个人有什么用？我们只要另外走一条路。报麦将军，有。预备攻打福建下面。是。